三个，我来放三杯了。你让我干杯炸吃起来，三个两分哦，干杯比较做好个哦。这种食料拢免讲煮啊，三四哦，五六个，来七咯，来八哦，来九哦，来十哦。快两份哦。一支两支哦，三支二支哦，四支五支六支七支八支，你个高支来，那我就把什么带到你那去去啊，飞车拢来啊。 对，有啊，下骹啊，有啊，下骹。你卖赚？下骹你卖赚？过来，我卖赚钱的无？来遮。你个挂住个手手上个，这个鸡你卖看卖啊？你有八条龙的话，我讲话你绝对搞好路的，青蛙生意。你卖下去。走好了吗？好了。过来打你用我啊，我过去补一补，你卖用啊，生意。过来收吧。收个收。 姐，你卖收收侪，我前半个你收二十个就好啊。哦哦哦哦。来，七二八七。三七四五七。六七二七。七二八七。六七二七。七二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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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。七二
食看卖，无甲你无甲你送啊几百块咯。100块。百块上面只个百块。100块。来，哥哥，我飞啊！你的手机啊！100块上面只个100块，手机啊！100块，手机啊！几个？因为伊讲。150。100块我都拢包起了。100块上面只个无100块啊。100块。哎呀，这你无买，你食看卖，真正这只机你只大机30块，你要做咩只大机的？100块上面也无100块。打折。食看卖啦，别甲你骗钱啊！真心的啦，好食的啦。我绝对袂好食予恁啦，恁相信我啦。物件袂了，恁搁来啦，好无？100块买买来无？100块，现在同个。100块买买食无？100块。你莫闹伊哦，你有消费在哪里啊？100块刚够买来，100块。我来讲啊，最后要落个100块买食无？150人无买无？可能你要等食看卖。来一千呢？这真正真我面我袂甲你讲话咧，我唔是随便人推销的呢。我来甲你推销，拢是精品啦，拢是足好食的物件。这两个要来，无我就先收起来，卖拖时间。有啊吼，好谢谢，安尼收一边啊，啊是隔壁啊，第二只咧，你收了话你听哦，做啥物甲用我处理啊？只有两个，你要围挡哦，来围挡之后不要先甲我倒起。恁家人等我来一只，等伊个甲倒起。恁家人要食萝卜糕，系伫咧鸡汤顶广告。这菜头粿这内底有10袋，这都专门港式的哦，加萝卜，一包10袋100块，两包20袋300，300、500免啦，新价钱200来。哪个两包？我跟你讲啊，今仔你甲我买200啊，注意听啊，超前啊。哎，这2包无卖啊，40袋啊，全部好食，够当赚钱哦，200了。哎，200啊。我买萝卜糕无，港式萝卜糕200块。等你。真的好吃，真正好吃，我这组萝卜糕袂做错个哦。200够要吃无？菜头粿。200。够要吃无？200。拢有啊吗？恁家人唔爱买贵，要100块煎看卖无？真正好吃啊！你过年过节煎个菜头粿袂歹啊！要不要100？啊，边个100？来，够要100个无？100哦。还有要100块试吃的吗？100块俩。啊，边个加起来啊？总一样的。啊，100够要吃无？100。来，100钱。100够要来无？恁买买来，真正好吃，袂歹好吃，100块。哎，100啊。拢有啊，有啊，先收起来哦，来。你若等我来要做好饼，甲你讲啊，这一盘遐一盘，拢一千块卖8盘呀吼，要来甲你讲，我一条上面吃啊，全部做一个来300、500面，开100了，开100啊，好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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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00了，100块，100块了，三鱼啊，100了，好，拿钱我，越来越快啊，越快，那姐，你这牛肉了，我好像都看我太白了，我给钱了，我给你处理了，你看要处理了，我给你留无你个阿爸今晚提200了，我给。你这个时候卖个贵了，系啊，但你这毛别再提了，能不要再困扰了，好，我处理了啊，那时候不干了。哦，来收一盘 ，OK 哈。好，收下啊。你看到几只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啊。七八个月。来三个，小妹，感谢你啊。来，你几月？我三个。对对。我这经济啊，吼。来，两个。我搁做啥物了？袂变嘞！你若要食干贝，要生食鱼、干贝、要龙虾。等你，我是要介绍一个足好个物件。搁几个？
啊，拄好。你要食一种叫霸王蟹无？两百。我先安请教吼，你是要食好的？我听话，你手也食无？两百。有人是要食面包蟹无？龙虾无？生食鸡干贝无？九孔鲍鱼这四样高档的，有人要来吗？好 ，OK。什么？一千块啊？来报告我用。哦，因为我问你个 KPI， 但你帮我收钱了嘛？你顶管。最近盘一千块，上面一盘两包油，剩下一盘。还签呢？没有没有，阿妈，那嘛就是你这个盘，从底下破空回收。那你有希望吗？有希望。最后那一盘一千谁要吃？哎，一千呢？你讲两面讲佛跳墙，面讲上面无？一百块。你看不到上面来。你红包我，红包我给拉好个。哦，确实我无。姐，你红包我来袂笑一时，我到啊，我来，知啊，咱只无买红包你也着来，咱红包大了搁上，恁无买红包你也着，对嘛？来注意听，即拢有抢的啊，即拢八个人加买尔，八个客人买尔，来一箱，即拢一工一箱尔，明仔开始我会加炸几箱啊。等下看下即个卖了，要来卖安格斯牛排啊，阮大哥等真久啊，安格斯的，来注意听，即条红包啦吼。哎、欸，你若有特别要买佛跳墙，爱讲内底存六七点尔，佛跳墙计拢煞啦。只要红妈等下若有买着，人家当伊订购的外哥，一定爱两碗半的水，十方的碗，因为这大粒的，用我小粒当吃。只要卖六百、五百，拢免。该你啊四个，几个你啊四个，新个几个，两百人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来两百块。四个俩无啊？哦，四个无啊？四个俩，我四个俩，我四个。我收了啊！收了，收。啊，倒底一个，等下找你钱啊！一个一扫啊，一个一条路，你五个吧？啊，走，一条黑的路，最后再带两百的，两百啊！啊，这你也买去啊？好，这条红包就好咯。我一个车行，两百，加袂好两个，两个，你就几个？哦，谢谢。啊，这下这就分你处理啊。好，我处理。加你就几个？我两粒。一个你就几个？我五六千，安尼这条是几多？百嘛，八百。我面子走好重啊！啊，我好好好。哦，最后这条拢无啊，两百块存这条，你会当提块去换单啊？最后这条两百，上面只系两百。哎，两百啊！你要再一个？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要开始来换一款。无，恁无买过的物件来，招牌先来。谢谢。一包先来。过来，恁这拢我袂买的啊，我这拢一开始提起来啊。来，恁讲要食虾啊无？要食草的？要食白虾无？草虾、白虾，到底要食？一包叫招牌咸酥鸡，一包都你甲季节拢无骨头的，用煮的，一包要甲一斤，一包卖三百，两包卖六百，要食招牌咸酥鸡先加钱，有够香的拢无骨了，两百了。两百啊！有人要食招牌咸酥鸡无？一包上好食，两百块。招牌咸酥鸡两百块。招牌咸酥鸡两百块。两包。一百了，季节。一百啊！唔好买贵，买一百就够买一百。来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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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爷。来四爷，五爷。来你后边，来三四五。四爷。哦，好，看我这里啊，你先看我这。啊，这样。一个拢会少。五岁来才提钱的。一百块了，四百好吃啊！这你真的好吃哦。这咸酥鸡这面好吃，你强将的咸干锅鸡无骨头，要坐来。来，多少个啊？一百块要来无？要坐来。哎，两个。两个。美女，你帮我叫着哦。美女，帮我拿一些好吃。哎，鸡也无弄着，你也要哦。你也对鱼。谢谢。谢谢啊，美女。一百块要来无？招牌咸酥鸡。一百啊。有啊，好，那我手下这里应该会搞得非常快。我即摆钱的，老板表我来做一改变啊！哈，这是基础条。有没有人在我这里买过的？伊这是用鸡肉来做，按过钱的那薯条，钱的大概是安尼，这叫基础条。这个愈贵啊，比阿多一包贵，这一包只要才三百多块。同款唔免三百二啊，我要几包？你甲你讲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基础条，一百块。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来一二三。一百块就免落啊！来边啊一个啊！免落啊，一百块基础条，这边一百块。来掏钱啊！一百零，一百零，你若看无拢我来包拢啊，迄个无拢啊，这有咩技术条诶？一百零，要两包要三包，甲你讲啊，一百零啊。后壁一个好我咯，还有要一百吗？一百块，大哥你要几包？来一包，把你手机放好，一百块要只好技术条。诶，技术条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我先卖一个简单的给大家，你先把一包起来好未？上边啊，你有人讲我内面要葱抓饼个无？十块钟诶。何家乡啊，上有名，我来讲，真正就够香的，三百五百变五个人变升价钱哦，一百了。来一百，一百块。何家乡那个什么葱抓饼，一百块俩。这里要买哦，就好吃哦，一百块买来无？来一百，一百块。拢有啊，以上。哦，这边。我咧下楼，我等下。我看两届，我几届叫我过一届机会。
你过来要点什么菜？鸳鸯虾饼啊。啊？那秋实那边。啊，安哥是改你的毛，你可以啊。沙茶羊，沙茶牛。给你叫。老的，姐，我吃点。羊块牛都没有。哦，姐，你保持我来摸羊块牛，你吃了行不行 ？OK 的。我摸摸去。香菇就被打开，鸭打开。你若要食蟹啊，讲下我蟹啊卖到剩五千了，十千卖到剩三，你啊三千啦，不是五千哦。啥物食菜？我话讲你客下落，你会搞起一个落。我讲话是啊，无紧。啥物食羊肉？来边啊！食羊肉你甲炒蒜头、炒啊、炒洋葱、炒辣椒、炒蕹菜，足好食。羊肉拢无限，羊肉有够嫩，足入味。一包炒蒜，你啊五两包，带五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，先给钱啊！三百嘞，三百啊！三百块啥物事啊？沙茶羊肉啦，一包带多少啊？四包啦，五包啦。来六包，你过来要食羊肉无？三百块给你炒好啊！三百，三百够要食无？羊肉咱咧炒上佳羊肉的，即间工厂做出来拢无羊肉的。我还讲你买三百，等去炒好吗？拢有啊吗？嘿，三百啊！你讲人要买三百百五，等去炒好吗？食好吗？唔捌买过，买一百炒好吗？食好吗？百五了。来一百五。有啊哈，好是，你甲收起。上面食牛柳，啊，拄啊是羊肉，你若无食羊肉，无你买牛肉。这包叫啥？叫黑胡椒牛柳，伊袂咸。还有一个黑胡椒的香气，这个愈贵，这牛肉贵，两包给你，三包给你，四包、五包、六包，差一个咸的，最好吃，先给钱，三包。来三百啊！还够两百只牛柳无？三百块，黑胡椒牛柳，炒炒就好吃啊！三包给你，四包给你，五包给你，来六包，够两百只无？三包。三包。三百块，拢有啊吗？两箱无起，拢卖一个人。够两百几只？来掏钱啊！这边这包，这是基础条，你边两包够袂使？可以吗？